卷起来搭配了一个小靴子，然后加了一个露腰的一个小，对就，T 恤，很上面很紧，下面很宽的很这样，宽的很这宽个，松的一对个对设对计。对对。然后其实这一身都是大王阿莱三大王的，是的，它上面其实是一个有点高领的紧身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是。然后但今天很热，今天很热，北京对，很热，我没有想到那么热。出门我，因为是我们好几家天暴露好几天没有出门的事实，是是在家熬夜呢。怎么都知道你在熬夜打游戏吗？是他们有跟你说网友吗？说在肯定是熬夜在打游戏，没像有姐姐十级美，你看姐姐即使熬夜，她也是十级美丽。没有，没有，我熬夜，我最近在练舞蹈，然后有很多就是，就还是要运动，会状态不一对，要就想很多之后的事情，样。那我们先介绍这个 look，然后对，因为我知道你本身也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对是对对，Eero，然后也是法国一个轻奢的品牌，对。然后其实你平时会穿这种 one piece 的造型吗？我会，我还蛮喜欢的。像其实我最近喜欢穿这样的 look，我会搭配长靴。长就比这款要再长一点对的对一个靴对子造对对，型，可能到这儿的但过也是膝的小露靴子，腿，对，露大腿。露大腿，要腿美，你们腿美才会露，但我就不要了。没，你露腰，也没有。也没有。但是这种本身它这种有一些飞飞边的设计啊，然后这种褶皱的设计，你是 OK 的吗？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平时呈现出来是比较酷的那种造型会多一些。就是我觉得这种 look 它有很多种搭配的感觉，它其实比如说有一些小凉鞋，然后但是它有绑带的一些设计，就比较沙滩一点、夏天一点的。然后呢，我可能有一些会选择穿这样子的感觉，可能我的颜色会比较深一点，然后我会搭配一个靴子，它其实有点像，就又仙又酷的那种感觉。对，因为这种造型好像是很，因为这种。像这种 Arrow 本身也是喜欢音乐文化跟时尚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家的皮衣非常美，那个哦，型好很，懂哦。他们家皮衣的型非常好看，对。好，那我们先谢谢 Laura，我们可以先跟菲谢谢。菲聊两句。所以你最近每天在家在做什么？我最近在家护肤呀什么护的，肤哦。搞得很像叫女艺人的生活。因为我听说，就是你非常懂护肤跟穿搭，然后我有上网搜你一些街拍的图，我觉得你本身真的是非常会穿。然后我知道你本人之前在韩国也有穿搭的一个栏目跟护肤的一个栏目嘛，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也可以大家分享一下，你比如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造型啊，然后有什么小技巧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你要坐下吗？我们可以坐下没有，我觉得站的挺好的，跟你知道比较 free 的感觉。坐下就感觉你知道要你 要盯一 下，对，是要盯一下的感觉。对，我其实我自己个人本身比较喜欢就是比较简约一点的风格，就可能我不太适合太花太，就是你知道我，就是就很 raw 的那种感觉，就还是比较对，喜欢简单一点的。对，就是简单一点，帅气一点，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中性一点的我也可以，我也很喜欢，然后我觉得是根据时段性我会有一点变化，但我要是，跟网友抱歉啊，不好意思，我要占就是福利，你不要嫉妒我，就是我要帮你弄一下这个，有一根头发，哇，很贴 心哇，我真的好幸运啊，我不要嫉妒我。所以平时你会穿黑色多一些，还是颜色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好像你没有限制，看你街拍的照片，你颜色选择也是蛮多蛮广的。但是黑色偏多一点点，对。还是比较就是觉得容易搭配一些。黑色比较容易搭配一些，对。那最近有什么工作计划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之后会有一个对节目，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大概什么时候？最近，对哦，好，那就要经常关注你的动态，然后去 follow，你看最近有什么计划。是的，是的。那你之前逛过我们这个 IT 芳草地的店吗？哦，有逛过，有有逛逛过，过，对。但我们都不知道，偷偷的来，偷偷的走。对对对，就是因为太好逛了，你知 道。那你有什么喜欢的品牌吗？这个店里面，我觉得，其实我除觉了得。大王身上这一套以外，大王你很喜欢。大王我也蛮喜欢，我觉得就是。不是说我特别单一的，是会说我特别喜欢这家的什么东西。我觉得每个品牌都有他们自己的亮点，跟他们很容易的，就是很硬的一些单品，对，就所以不一这就样。是逛像我们这种集合店的，对对对，就就可以是一看到站式不同的品逛牌。逛叫什么？逛到过瘾，然后可以同时看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下一个 look。
哎，其实可以请菲菲给我们多讲一下这个。哎，我知道这个裙子，哎，对，这是 MS Jam， 因为我知道你也很喜欢 MS Jam 这个品牌。我那天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条裙子蛮好看的。对，然后这是我们店员，然后他，嗯，我们店员自己上阵来搭配这个，嗯，这个是一个长裙，你平时会尝试这种长裙的设计吗？我会，你会，嗯，就你完全刷新我对你固有印象，就觉得一个酷女孩应该穿就是这个，是这种感觉，对是吗？嗯，我会啊，我那天逛街我就觉得这个裙子很好看，就是它的绿很。就是很纯粹，是我心中很正的一个绿。它因为是墨绿嘛，所以它还好一些，就没有那么跳跃。对，它不是，它其实也可以很酷，这条裙子很酷。比如，对，你就比如说像它的 look 比较搭配的会比较可爱，比较可爱一点。我可能上身，就是，那你会接受这种可爱的风格吗？我自己个人，你可能会穿上身，下面换一个比如酷一点的裤子。不是，我会换掉上身。上身长裙你 OK？ 长裙我 OK。那上身你一般会换什么样的搭配啊？上身其实一个就是小吊带都很就是哦，就是更简单一点的。对对对，可能就是一个平的小吊带，就没有这件 T， 没有里面我可能不会要这个，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大蝴蝶结。哦，对，但是这个蝴蝶结是 MS Jam 这两年特别喜欢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点，我觉得它可能因为绑法不一样吧，因为它比较自由一点，它是绑在胸前，我觉得像其实也可以绑在侧面呀，后面呀，其实会比较蛮有意思一点的，可以拆的，对，它可以绑到后面，我觉得可能就是前面会比较干净利落一些，对对对。然后球鞋也是 MS Jam 的，是一款黑色的球鞋，会比较好穿，好看。就这种球鞋你应该平时穿的蛮多的吧，因为会比较舒服自然。对，我会。这个球鞋就是出去比如练舞啊，逛街啊，约会啊。约会应该不会穿这个吧？哦，就跟闺蜜约会应该可以吧。对，也是 title 不一样哈。是可以的，对吧？就是还是蛮舒服的。对。我们网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可以问菲菲的，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然后谢谢我们 Vicky 小姐姐，我们可以看下一个造型。我今天直播那么 free 的哈。我们直播很 free， 你觉得很 free 吗？我觉得蛮 free 的啊。那你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我其实蛮担心，我说哎呀，要过来要说些什么，就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我很你给我的感觉很 free， 我第一次，你可能回去就不喜欢，说哎你这个这个没说那个没说。哎，喜欢我们刚才小哥哥小姐的单品，其实可以点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看点 APP 直播的，然后我们是关联到我们 IT Shop 的小商城上面。OK， 你是我们的 IT Shop 会员吗？我还没有这个荣幸。请快注册，一号到五号注册有优惠券，是吗？是的，马上注册。然后我们姐姐最喜欢什么风格的穿搭？最喜欢什么风格的穿搭？我觉得像今天的这种感觉也 OK， 就是可能比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不同的这种设计，然后，有些细节的设计，对，还有西装的 look 我也很喜欢。有网友说你经常会喜欢绑头巾是吗？啊？有吗？没有，就是曾经一度迷失自己的爱生活。就是你知道我绑了头巾，然后所有的粉丝就说你给我放下。有网友 Q 说唱歌。唱歌什么意思？就是你最近会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有什么新歌在准备吗？就是有关于下一个要即将参加的那个节目。所以今天我们要保留一下，然后你们要关注菲菲的微博，然后去看她的动态，你才能听到歌声。直播间你这次是听不到了。不，你让我唱，我也可以啊。你可以啊。你可以吗？我可以啊。但是你起头我就可以。我不会，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患者。网友说笑死了，你没办法，那我不会，那是因为我不会，没办法。我们请我们下一个 look 小姐姐，这个 look 是 Ero 是吗？Number 21，不好意思 ，Number 21是来自我们意大利的一个品牌 ，Number 21。你会尝试这种造型吗？我上身这个我 OK， 像这种感觉的，我可能会搭配，比如说宽一点的西装裤的这种，会更飒一点的，对对。所以你的关键词就是飒，你觉得我飒吗？飒，非常飒，飒得开是吗？所以这个 Ero， 哎，
不好意思，我老想叫 Eero Number 21，是我们意大利的一个品牌。意大利的品牌，这个意大利的品牌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喜欢把一些很女生的东西跟一些很酷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是是是，就是他们家蕾丝蛮多的。嗯、对，但是他又把蕾丝做成卫衣，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包，其实你平时喜欢买包吗？嗯，喜欢，但是不会多买。多买，嗯，这款包我觉得蛮有意思，是 bling bling 的，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环境，你可以出去的时候背，感觉很拥抱自然的感觉。它是今年的春夏新款，因为很多这种自然的元素在里面。我觉得很好看哎，而且夏天背这个很好，它还有这个，对，还有一个背带是可以的。背带，其实你要挎的这个背带在这边也蛮好看的。嗯，然后这个靴子也是我们 number 21，这个是比你刚才说的那个要稍微高一点的。哦，靴子，其实这种靴子你就会搭配刚才 One Piece 的连衣裙。嗯，不会，我会再长一点，会过膝。哇，这么长？嗯，可能裙子到这，然后过膝这样子。那我觉得你腿长是可以。哦，哇，今天这样夸我好吗？我觉得这个靴子也蛮有意思，因为它在鞋跟上面有那个 Number 21这个 logo 在，好看，好看，后面的那个。嗯、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左下角的连接去找我们小哥哥小姐姐的这样同款的设计。飞姐最近好爱过膝靴，嗯嗯，飞姐的腿就是长，嗯嗯，给你、oh, 告诉你们我是长，嗯、谢谢 Laura。以前受过伤，网友说没有，现在有腰有受伤，你现在有？对，现在腰在受伤。哦、oh, ，为什么？就是前几天练舞的时候，对，可能就是一下子吧，就是用力过猛。所以有比之前稍微好一点了，稍微好一点了。对，之前我就整个是动不了，动不了。对，就是你知道，歪着走路就得这样走，这么严重。嗯，那今天看起来好像没有，今天好多了，好多了。心疼，他说好好保护自己。好好。网友说心疼，说让你要不要坐下来休息一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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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下一套，我们请我们好看 ，Vicky 小姐姐、嗯。然后这个包是刚才我们其实也介绍过，这款包是、嗯、对 Mark Jobs 的这个相机包、嗯。然后衬衫是 MSGM 的一个衬衫。你平时会，你这种衬衫你 OK 吗？我 OK 啊，我有的。你有的，嗯、就这种条纹衬衫，然后有这种有一点点抽褶的这种设计。对，我有类似这样子的。但是这个就会比较女生一点，因为配了长裙。嗯、我想你可能就不会。配长裙吗？哦，不不不，我很多元化的。就是每次我想到你的那个，然后你就哦不。对对对，可能我会就，但今天他这个 look 我是 OK 的，我会穿的这一套。就是蛮干净的，而且喷了一个白包，就是还是感觉更亮丽一些。对，其实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是。还配了一个白球鞋跟白袜子的造型。好看的。好看的。谢谢我们。Vicky，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吗？下一个，哇哦，好高啊！哇，因为它188。哦，好高，好高。这个品牌 ，Comme des Garçons。嗯，因为 Comme des Garçons 川久保玲有很多不一样的线嘛，其实它身上这个就是充分显示了川久保玲下面 Comme des Garçons 线的丰富度。嗯，点点，对，点点的是日本设计师很愿意用的，对，捕捉的好精准啊，就是点点，嗯、就每一个品牌，他们都有他们最经典的那个元素。对，然后这一款 Comme des Garçons 它来自不同的一个线，然后外套是我们 black，就它有一些西装的外套会多一些，然后里面其实是我们经常会说的 play，这个肯定不陌生吧？啊、对，就是小桃心，很可爱。我好像。什么黑色、灰色、白色，有很多不同的配色，条纹、纯色，就感觉好像是必备的一个单品，就很简单。我觉得它这条 line 的有一个叫什么针织的开衫，对，有针织衫，那个真的很好搭。尤其坐飞机的时候是吧？去机场的时候。对啊，那个就你像裙子啊、短裤啊、长裤啊，都很容易搭。而且它有个功能性，就是你在飞机上一般坐的时候都会很冷嘛，像你们艺人之前通告多一些，对，它那个我觉得实用性还是很高的。比如说盖腿妈妈。对，盖腿啊。盖腿啊，披衫啊。对啊。然后裤子其实是我们 Comme des Garçons 的衬衫线叫 shirt， 然后我们鞋子其实是我们
他们的 Gasson 跟 Nike 的一个连成也会比较酷。哦、然后这个包，我觉得、这个、这个包你应该可以吧？我觉得这个包很黏。不，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鞋我可以。很黏、嗯、哦。说你还是喜欢黑色酷点的会多一些。这很酷，很好看嘞，这双鞋。嗯。飞姐可以穿下这个外套吗？我现在是吗？对，可以啊，有粉丝 Q 你穿这个外套。你知道我曾经，就是我有一度很爱什么都买 S 号，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了。你然后我买过是多少号啊？我其实最近很喜欢穿什么 L 啊、XXL 啊，就大一点的，大一点的 oversize。这个是 L 号。对，然后呢，我有一度就我买过他们家的一套西装，你知道吗？不知道是发了什么，发了什么疯，买了一套。哇，酷，真的。网友好会 Q 哦！哇，你们怎么知道我穿这个好看呢？网友还是懂你 吧，懂网友懂你。你看网友都说哇哇哇哇，扒小哥哥的衣服来着。网友一直在说哇，真的很好看嘞，真的。他说因为你美，我觉得美且会穿。不是真的很好看，你们真的可以买这套，而且它很舒服，很舒服，很柔软。又轻，就是它没有型，但你穿起来就感觉很有型。而且这条衣服它其实是可以搭配运动裤，哦、长的运动裤，就会再往下走一走的这种造型路线，对对对对对，运动裤，然后不配就是不要配球鞋，配靴子之类的，会很酷。网友说买它买它买它，因为它我们是真爱粉。哦，这个真的很好看，来还给小哥哥。OK， 谢谢我们 Chris。然后其实。我们这次直播间请很开心，请菲菲来、嗯谢谢，然后我们也想请，因为直播间有很多你的粉丝嘛，然后我们也是希望你可以哎帮我们抽一个奖，然后看看你的粉丝、哦、还是看点这边的网友能不能得这个奖。好好。然后我们这个奖今天准备的是三瓶，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不好意思，我跨过镜头。这是什么？是我们 Comme des Garçons CDG 系列的一个香水，我可以放在这儿、哦，它有三款，其实是。是男香，但是它有些是中性的味道、嗯、所以我觉得应该男女生都可以。所以像就是它有三个不同的。它现在是打开的吗？它没有打开。哦、没有打开。它里面是那个塑封好的，用那个锡纸包装塑封好的。哦，这个价格你们真的可以拥有。所以价格是。价格是1150。对，差不多1200人民币上下。对，1200。因为可能不款。不同不一样嘛，像这款是1250。对。对，然后这一款。棕色的这一款是1250，就不太一样。哇、wow, 你们真的可以拥有。我会好好抽。所以我们可以我们想一个弹幕吧。就是我觉得菲菲今天也难得来我们直播间、嗯、以后也希望你多来。好啊好 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第一次大 IT 在北京做直播。啊、oh, 真的、啊。我也是第一次当直播 MC。所以你不是吗？你不是。我不是，我是 IT 的。那你很棒啊。同事这都是我们同事。那你是怎么为什么会逼上站在今天站在这个现场，一言难尽。那就证明你真的很合适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后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叫 ITV 穿搭办，就我们是希望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话题、oh. 然后也可以请我们像你这样好朋友经常来、我们可以聊聊最近在干嘛呀、然后也可以去你们家看看翻翻衣服啊、看看你有什么私物啊、那你应该会很开心。然后我觉得就是做一些比较好玩的吧。好啊，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个口令，比如说菲菲爱 IT 可以吗？菲菲爱 IT 可以啊，可以啊。然后我可以打英文吧，菲菲 love IT。OK， love IT 嗯。嗯，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轮只要比快就好了，那个 IT 大小写无所谓了吧，就是中间也可以不有点，就可以打菲菲英文的菲菲、汉语拼音、然后 love IT。嗯。然后我们倒计时十秒，嗯，你要不要 Q 十秒？然后我来截图。好好 好。我们三个啊、哦，前三个可以获得香水，然后前三个 OK、嗯。哇哦。拼手速的时候了，来了吗？ OK， 来了，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哎，这种自己在 Q 流程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我看一下。前三个我们先给网友看一下，然后你读出来他们的名字就好了、okay. 好好，前三个、wow, 前三个拍到我的小蛮腰。前三个可以看一下，前三个第一个是
圆圆、栗子、栗子，嗯，然后王某、王某，嗯，还有一个杰克逊、杰克逊，嗯哼 ，OK， 杰克逊。我们就恭喜这三位，然后三位把你的直播 ID 号发至我们大 IT 的官方微信后台，我们大只要你搜索大写的 IT 官方服务号，然后就可以留言给我们的客服小姐姐，然后我们联系你来寄取这个礼品。嗯，然后我们可以跟菲菲一起再看一下我们下一个 look。好，哇、wow、哦 ，pink， 你会喜欢 pink 这个颜色吗？我会，但是你会穿吗？我记得好像你们之前发歌的时候有穿过粉色的一些团服，对对对，最后的一张专辑有穿那个，所以粉色你是 OK 的。粉色我 OK 啊，我 OK 的，但其实粉色也可以很酷，很酷，嗯，就是在一些材质啊，就比如说粉色的西装它就很酷，嗯，粉色的皮裙它就很酷，粉色皮裙就很酷。Okay， 我们这个就比较甜美，对对对，也是我们 Comme des Garçons 送的一个、嗯、一个。哇，这真的很闪呢，它是项链吗？我们其实可以请 Vicky 来介绍一下，这个拿几条线其实可以。我穿的是 CDG Girl， 是 CDG 的一个副线，然后它是 as boy 像男孩一样的寓意，然后也是比较甜美可爱的风格。然后这个项链也是最新款的。这真的是很闪的，这个很闪是吧？你想说来看我啊？你会尝试这种项链吗？我会啊，有一我想特别想引人注目的时候，我就会戴、这个。你现在要试吗？这好像不太好，你要不要试一下？我可以啊，因为它 CG 其实之前有一些陈列跟它一些艺术装置的时候，它会用这些不同的元素。嗯，它不同元素其实就是从一些。市场啊，或者是他能搜集到生活里面搜集到的东西做一个排列跟组合、嗯、会比较有趣味性。它是一个项链吗？对呀、啊。对，它是一个项链、哦、你说要是这样子别在一个裤子的旁边会不会好看？你要试一下是吗、哦、我可以吗？可以啊，我来帮我们不知道我要干嘛是吧？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就不知道好不好看了。我觉得好看的、就是、哇，好看吗？好看，对啊，其实它可以，哎呀，除非你的腰够细，但是你可以，因为它两边其实别在那个这个，它其实别在这个上面就可以，对对对，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就试一下就好了、嗯。我觉得你好会有那种打破传统不一样的想法，就比如说项链可以放在腰上的这种，这个蛮、哦、真的蛮好看的，这样子。你们的菲菲好会、哦，我觉得应该也是，我也可以加入粉丝团。真的吗？我也给你编一下。好，谢谢。他说姐姐太会了，姐姐好有创意，全世界你最闪亮。哦，哇，闪闪惹人爱、哎。然后我们这个鞋子其实是我们 play， 哎，我们 play 的一条线、哦、就还是糖果色。哎，好好看哎，他这一季推的很多都是这种糖果色、嗯、就是这种很亮丽的粉啊。马上夏天了吗、啊、对对，因为马上就夏天了。所以好，谢谢我们 Vicky。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套 look 了吗？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我们 look 都已经展示完了、嗯、所以下一步除了有新歌要发、嗯、然后还有什么愿意不一样的东西会尝试吗？因为好像是最近才回国来发展是吗？嗯，是是是。会有什么比如说有什么 flag 呀、啊、lead 没有，就做好自己就做好自己就好了。所以对，也很感谢他们这样一直在后背后默默支持我，一直等我。对，然后接下来的行程，对大家真的是可以期待一下，我会好好努力的。我很期待。嗯，你可以期待一下。我很期待。所以网友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新歌有新歌要发，对，刚才说了有新歌要发，然后所以一定要关注菲菲的微博，然后最近时刻 follow 她的一个动向，她是不是有新歌要发？然后说姐姐冲冲冲，注意身体。嗯，说菲菲真的很佛系，所以你是一个佛系的女孩。嗯。我其实是。你什么星座？金牛。金牛不应该目标很强的一个星座吗？嗯，其实金牛挺安逸的。挺安逸的。就是比较安逸于现状。嗯。对，他不太会勇于尝试新的东西，不太会。嗯。就是我喜欢吃一个菜，然后我可能这段时间我特别爱吃，我就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吃到然后之后默默就再见，不要再见这样子。他说哪里新歌？哦，
要保密，现在还要保密对吗？哦，新歌还得再等等，再等一等。对对对，我觉得新的节目你们可以期待一下。嗯，新的节目，嗯，OK。所以你自己平时也有在就是讲穿搭跟做美妆这一部分？有有有，嗯，最近我觉得菲菲进去的看真的很美。好、哦，谢谢。小姐姐真的很好看。嗯，谢谢。嗯，让你多唱，让你多唱歌，全能期待。嗯，所以今天到我们直播间感觉好玩吗？我觉得很好玩。其实就是来这边我逛街我会很开心，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好玩的东西，好玩的东西，而且是当季每个品牌它最主推的是什么东西，它最多元化的一个什么东西，就会为一个集中的地方嘛。嗯，所以不会逛得那么的累。而且我觉得现在逛街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比如说约朋友看个电影啊，嗯，或者吃一餐饭，嗯，顺便就是他还是需要一个社交的场合，对对对，然后来逛一逛。嗯，但如果你不想逛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eShop， 可以注册会员然后关注eShop， 然后今天一定要种草飞回去注册我们 IT eShop 的会员。好，谢谢飞飞，好，谢谢，欢迎下次来玩。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拜拜。